兄，这三十年来，恁好无？三十年，不是三年五年，三十年讲起来，我那不一样。你敢捌想过咱这个家？哪里有你？莫哪里有你莫？君我一世。这是阿爸最爱唱的歌。阿爸好不？是啊。阿母呢？也是啊。叫你气死的！当当时阿爸阿母都反对你嫁予运动，你敢那硬要嫁？难道是有头面的人？阿爸感觉讲无面子，搁挂伫迄个所在。我规个婆婆去美国，后来我听到讲，英董竟然连一个名分都无乎你，阿爸硬死的，阿母是唔甘死的啦。阿爸阿母，我对不起你。行了三十年来，你也袂晓敲一个电话，也袂晓写一张批信。我惊，我唔敢。你毋捌听过人讲，爸母气囝是气无影的。因咧生气，啊，你来转去甲回一个。无得甲今仔这个场面袂舞甲变安尼。我知影当当时我做唔对啊，我本来想讲，我甲英董做伙时间真久，阿爸阿母应该接受我，我嘛会当带囡仔回去后头厝。不过我放弃所有一切。甲英董做伙，想要到人结婚嘞，连一面婚拢无，所以我唔敢。你是咱林家的宝贝，你是阿母的性命，阿爸的灵魂。这个人若无灵魂，敢不知着有死命心？我知我唔对啊！当当时甲英董做伙，我袂怪任何人，一件危险的代志。伊做了真正想超过，所以我嘛想清楚，我甲英董的关系，我想要继续阁行落去啊！阿兄，多谢你出面替我解决一件代志，多谢。其实这几年来，你所有一切我拢真清楚。因为我有派人伫咧跟踪你，逐天都写报告来给我。不管发生什么款代志，你拢是阿爸阿母上介惜的查某囝，嘛是我这阿兄上疼的小妹。
Thank you.